詹姆斯最近于 Instagram 发布了大儿子和自己身穿湖人球衣同场征战的 2K 视频，尽管是一段虚拟的画面，但是依然令人看了让人热血沸腾。因为这段视频不仅仅是一段视频，更是以后可能实现的一件伟大的事。詹姆斯在生涯的这个阶段选择了洛杉矶湖人队，无疑就是为儿子以后的路铺好，在大城市里毫不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天赋实力，接受最好的教育训练，这就是一个父亲能给儿子做到的最好了。然后再等几年便可与儿子同场竞技，甚至并肩作战，上场父子兵。看到两人的 GIF 你作何感想呢？天哪，看到这视频我无法冷静了，对创作了这个视频的人点赞，这太超现实了，不可思议。仅詹姆斯家族，来自埃克伦的孩子詹姆斯写道，我猜我会给他我的好球衣号码。库兹马评论道，奥尼尔儿子谢里夫太疯狂了，哈特然罗奇尔，天哪，如果他进联盟了你还那么能跳，说唱歌手狗爷太牛了。詹姆斯的大儿子将满14岁，詹姆斯现在33岁，这一幕未来也许真的能见到。